欸，对，这场可以进，欸，就是那个艾黎进，无敌啦，先配好木色魔剑九头蛇，没错吧 ？OK OK， 进猫咪，我们 man 的，我们要不跟他讲 Kate Go 啊 ，Kate Go。我再进化吧，我再进化吧。多兰界嘛，对不对？多兰界起手，尽量不要去普攻人家，用第四发去破格别人。哦，他觉得他打零我，二打二是屌虐的吧？嗯，完了，他是不会死啊。哦，那个标怎么突然从左边冲出来？嗯，猫咪神，我这个艾黎好像有料哎，欸，他没有跑哎。猫咪又怎么不上我车？反正我是不会退的。太强了，艾黎，太强了！欸，他是先出暮色吗？我给忘了。先出第一件出暮色，感觉很白痴哎。哇，这种白痴的居然还有人学？我有认真看了一下啦，基本上不是大顺风就是无关胜败，所以这是仅供参考。哎，素金，哎，原来我们是劣势的吗？我都看不出来，我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啊，我真以为我们是优势的，零五六李欣。完了，队友冲了。猫咪好强哦！他没过来，欸，波比，哦，所以走两个人。哦，这招跑很快欸，欸，波比越我好猛，这是秘密弹吗？秘密弹给的压力，我死了。嗯，有行云流水，不是？你看我们把猫咪养大，结果它。
就是他做了什么，从头到尾都不在我们身上。不用担心，这套在教我们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会长这样了。活人死了，至少丢个大绝吧。至少丢个大绝吧，有丢就会死。打不动了，拜托你。扔不到，扔不到，这两个太会跑了。但是我 CD 很快，也是出这装，出这装就是，我是觉得蛮强的啦。他们很难射欸，一个伊利，一个波比，有一个然后戴德利，还有基亚娜。我说实在的，那个是真的是来送的。哦哟，有没有看到那个 Q？ 哦哦，弹死人，弹死人。我死了，波比好烦哦！地图看不到了。哎，暮色好强啊！靠，这个暮色晒了一波。好，快点，快点 ！Nice， nice。哎，普通暴走了。我想要买 GA， 他好痛哦！他等我哎！基亚娜嘞，就可以洗大绝了。刚买什么钱好多、哦，鞋子不能卖吧？完的，我们输了。没有兵吧，烧兵营。啊，没中。
七十，不塞，太短了，哎，中了。这个人也太懒了吧！哎，完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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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波比好强！他们还有 TP 吗？没有了。一定有，一定回家，一定回家。哇，家里都是儿子。哇，他跑好快，没有鞋子啊。还好这边赢了，这套是谁发明的？哇，史丹利这套有料，史丹利这套有料，问就是史丹利。我说实在的，应该会有三个赞吧。